是把它做出来的。头发的发辫三五。In 1974, a group of farmers digging a well made a startling discovery. China's first emperor, Qin Shi Huang, had created a vast army of terracotta soldiers to accompany him in the afterlife. China and Chinese history would be forever changed. 当时经济哈有三个人，杨志。那个同伙说我是咱国上这头矿啊，这老祖先在这烧瓦锅舀酒瓦窑，你看这罐罐还真。我同伙当时跟同伙跟我说，那你买去吧。达到1945，发现了口锅头身子都是破坏的，下边是粘不住啊。兵马俑的发掘其实改变了中国在整个世界上的一个形象，它带给临潼当地，带给陕西省的这种变化和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，它远远超过建立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一个工程。发现了这个原来有一个争议的，这个就是国家没人，你可就是国家不牵扯国家为国家，你不肯定这个事情。